明仔日做跟讲啥，咱唔知，但是有听讲，听讲哦，陈启祥因为拄着困难啊，所以咧，就由他的岳父向外求助。这个时阵，听讲哦，这是可能周刊登的吼，听讲啊，吴敦义因太太讲，啊，应该去找林律师，是不是安尼？咱唔知影，但是嘛，一周刊内底逼出来这个问题，确实值得大家吼去关心到底安怎，无是安怎吴敦义呢，才急急甲甲林宗生两个人抓，安尼马上发声明稿，但是。咱要阁继续讨论进程，先来接几通啊！咱听友、咱观众朋友，恁的意见来。台南洪先生，洪先生你好。哎、欸，高哥你好。是了。你们一些，终于哦，恁这专家拢插太高，你免错啦。嗯。你若上法庭哦，迄、那个蔡所信伫遐咧等你啦，迄、那个大水库、小水库，迄两条水库乱弄来弄去，你就阁无做啊啦。你免惊啦，你惊啥潲？哦，慢慢安尼较优秀，较优秀。啊，因为即摆还未十二点哦，还佫有囡仔咧看诶。小我咧讲哦。嗯。哦，好，是咧，是咧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咱台南洪先生多谢你啦，吼。来，咱即摆台北陈先生来，陈先生你好。哎，律师你好哈。哎，你讲廉政司法办活动的时阵哈，嗯，咱全国人拢莫甲参加，互因家己廉政署迄几个去走了啊。互因家己去走了哦。好，伊家己走。不过人有六千个报名咧，你。啊，即摆。那听话，这叫大家卖去啊！哦，叫大家卖去啊！啊，恁拄仔讲中共立委无够力，嗯，我跟你讲啦，看管立委啦，嗯，对不？立委拜托立委足多啦，嗯，那恁这个月可能无够力啦，我甲你讲，几月是绝对有够力的啊！哎，讲卖叫你开会廉政会的时阵有无？嗯，我甲你讲啦，伊讲江苏唔对啦，嗯，讲江苏爱请谁，你知无？伊讲记者请吴敦义去。哦，王金平、郭建明，伊三个绝对讲啊足清楚的，政商交接什么吼，伊拢知啦。好，多谢来，贵人陈先生来，陈先生你好，你好，高兄啊，哎，我是你的粉丝吼，哎，谢谢，因为我一摆卡拢抽无着，我跟你讲吼，贵人哦，三十几年前有一个一元人大走私案的时阵哦，干那敲迄个船啊敲十几遍。Oh, 我今天讲的要讲的这一件事情哦，就是哦，为什么特登只是在换水了？为什么法院是人家讲说国民党开的？为什么说他换水？他化粪池一定要开挖，搞不好里面不是黄金哦，也不是美钞哦，搞不好很多珠宝都藏在里面。为了要为什么呢？珠宝它会自动沉在化粪池里面。体积小又不容易坏，我告诉你，将来还有作为的，还可以用的。哦，谢谢，来，歌咏五休假，黄小姐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哎，六。哎，我是咧哦，呼吁哦，我们哦，全台湾的人哦，蛮够有咱这个第十总统的意啊啦。嘿，真正哦，安尼大家安尼就真的不可能的啦。嗯。哦，啊，哥哦，安尼偏干变色，尤其是这第十二啊啦。啊！啊！十五是啊，你骗东骗西啦！阮真正是一个清洁工嘞，啊！你敢骗的，你卖啊！哦，吼！啊！尤其是怎么这镜头，我看到吴月忠这刘文祥，我都做唔上去个，怎么愈来吼，未歹。哈哈哈！我跟你讲哦，嘿，徐律师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明仔载哦，带足侪个要去哦，林义士因兜遐来个跳花池无？啊了。无咧，我都用扣，用吊的啦。哎，咧最底下内底变哪扣？啊，我安尼。嗯，啊，伊咧提吊多起，啊，伊吊。啊，迄钱啊，我平常讲，啊，若较好运的，伊看我扣无啊？哦，安尼哦。我好，看袂啊，你个。好，祝你扣着啦，吼！谢谢，来五个陈先生，来陈先生你好。哎，主持人你好，主持人你好。哎，很高兴 call 进来哦。那能看到就是说哦，我们那新台湾加油啊，可以最按最到这个进度哦。那我是早在之前啊，大话新闻的时候哈，大约是两年多前哦，就是说针对我目前哦，类似像是这样子，包含有淫污者啊，那牵扯到整个地方官员哦，有那个就是说跟那个黑道哦，地方黑道啊，就是说结盟，然后再谋取哦那民脂民膏。那因为哦，这牵扯到就是说包括一个经济利益的问题跟法律的问题哦，那我认同之前第二位先生说的那个法院真的好像是国民党开的哦，譬如刚陈水扁先生啊哦，陈总统他之前啊在他的那个总统职务任内的时候啊，我不知道国民党哦，就是说国民党啊，这些欧康和票，那但是有关于他的职务哦，这一种东西厘清哦，我觉得
毕竟民进党担任总统哦，那是新手上路，这部分呢、啊，需要加强、嗯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还是很支持，就是说新台湾加油，把这个案子哦，都持续追踪。谢谢。哎、欸，多谢你，阮一定会持续追踪。你看，阮最近为顶礼拜开始，咱的分析真的都是门道，绝对无互你闹亏，吼、哦。看，那你新台湾加油就是看门道。来，那你三重林先生，林先生你好。哎，林先生。喂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请讲。哎，是。比如说你好吼。你好。咱之前恁在报的时候有听到讲，这个林女士伊这做迄个国库因迄个官员啊。嗯。是咪爱甲对查倒去？是。因为爱对查讲，这个国库因是上提好伊当的。嗯。哦，啊是毋是王光敦伊也是迄个薛尚才提好伊的？哦，伊一个李不英老可能讲会当讲摕到国库银来底断，无啦，伊是臭屁，哄哄尔啦。伊个李不英6300万是李不英来所断的啊。嗯，对哦，啊是毋是啊？对查这个国库银的问题。好，多谢，哎、欸，谢谢哈，来，屏东黄先，哎、欸，黄小姐，黄小姐你好，哎、欸，黄小姐，嘿，哎、欸、你好，我了要改用啊，讲吼。伊在念的迄个念较慢一丝，安尼好听较有。哦，安尼吼，啊是嘞是嘞，安尼我即摆讲较慢嘞，嘿。嗯，好。啊，迄个我要讲的，是我的重点是讲即摆吼林益世姐，吼伊因家人只恶一只心肝汉雄，甲钱烧掉，吼、哦、啊，按台湾歹，迄个歹过的人真济，嗯，吼、哦。啊！伊无法度通摕出来救济按台湾人，爱甲钱烧掉，吼、哦！啊，莫用救对按阿扁啊，真恶极！啊，伊即摆当对林益世安怎样啊？嗯，安会当利用这个时间较紧，甲安个阿扁啊，紧救出来迄外口就医。好，多谢你，谢谢。来，我要甲大家讲，如果吼，我头拄念了伤紧，我先甲恁核实咧，吼，因为我讲话速度原来足紧的啦，吼。啊，不过吼，我建议恁用去看重播，安尼吼，你即摆搁看一届，搁看一届，啊，两届吼，啊，就拢足清楚啊。哎，袂歹哦，看重播另有一番风味，用去看重播。我要大家讲，头拄啊，咱看了讲，我对你的声明有讲到，我和我太太，因太太叫蔡宁仪，嘿，阮伯伯安尼马上找出一个蔡宁仪的大，予大家看讲蔡宁仪到底是。好定的人物来看下咱的 VC 啊！12月11号，吴敦义夫人蔡令仪跨海到澎湖造势，一拿起麦克风，精神都来了，在舞台上走来走去，还撂下这段话：为什么对你出来用？甲国家十一亿关去你走的公司，叫做基金，千万万拢无算什么，对无？这段影片，蔡英文一定用过啊。副总统夫人呢，11亿，安尼讲会出来，凊彩讲讲的。啊，这种凊彩讲讲的话，你选举的时候你就敢讲。当然，民进拢甲过啊，吼。我这点先甲大家讲，看到蔡英文的这段影段，予咱有一种回想，讲到底伊是倒一款的人。所以咱要甲做一下讲，今仔日吴敦义伊这个声明，甲林宗正的声明有足多意义，足多内底足深，予咱来看的门道在内底。郭董也咧看者。我相信吴敦义副总统今日这个声明，绝对是意有所指啦。嗯。我相信即马伊甲夫人嘛是咧研究讲，明仔载如果一组间钢管爆料出来，像林美世安尼头一摆爆料出来的时阵，要安怎面对？嗯。是不是要开记者会？嗯，要安怎来解说这个代志，予大家听？有讲过这话啊，无讲过这话？嗯，一周刊即摆是大家拢对一周刊的信用比直情做较信用啊吧？嗯，因为一周刊主要有录音带，嘛有伊的相片啊，逐项拢有啊。嗯，啊，你直情做即摆办半工，大家拢讲政绩到哪里办到哪里，而且无政绩啊，做一周刊有啥物政绩，这样我都办啦、啊。嗯，如果明仔载一周刊顶出来。假是有记到咱的副总统，也是夫人的时阵，狄金洲，你开始来揣约谈那边啊？嗯哼，你若无约谈的时阵，这个案你干脆就不要办了。检察总长，你就下命令，特侦组停办，解散，移交给各县市警地检署去办。哎呦，当场解散啊！你，我你怎么法度搁办落去啊嘛？当初咱就一直甲你警告，讲你的定数，你来注意哦。你在这秘密夹夹，大家都在看这件。如果连马英九总统都会要画出讲层级多高都要查办到底，表示讲，哎、欸，
但迄检察总长答案拢有甲马英九报告的呢。嘿，你头一间有讲啊哦，检察总长答案拢会去甲总统报告讲，今日上新的发展是安怎，查到什么物件，伊绝对袂去甲马英九咧报告讲入去洗钱仓的倒位啦，迄毋是马英九要知影的啦。马英九要知影是咱国民党还佫有大官伫内底无？所以检察总长是去报告这個啦。如果马英九敢大声讲出来，佮敢讲这入去洗是吴伯雄的人的时阵，迄阵吴敦义你来注意啊，吴敦义如果若无注意，迄头家讲的人，台湾讲偌巧偌安怎，表示讲伊甲李必世同款啦。就我咧，我其实我咧怀疑啥，会只有两卷录音带吗？其实我一点都怀疑这个，其中一卷已经曝光的讲到了谁？王进士。其中我讲了啥？我要安搭一挂立委。我讲了这话，所以我咧想讲，如果还有还没曝光的录音带。如果林律师有提到某一些人，所以才会有一周刊讲，你都舞这么久啊，恁特侦组舞未出来，无我搁推恁舞一个，搁一挂证据给你一个，是不是安尼？这个烦恼安尼，安尼真是有影动摇国本呢。这咱安尼就真烦恼安尼。来，我要甲大家讲，咱新台湾加油，其实顶礼拜我要再次强调，阮连续四届，连续四届四天呢，就讲安尼。讲吴敦义应该就这行政程序要出来讲个清楚，因为咧顶面八个路人讲甲你盯紧啊呢，所以咱过来看王定宇这段，伊咧新台湾加油伊个发言伊个评论来看下。这条新闻地方教务，恁包伯伯你看有，去年签约前三个月，这是中梗哈，即个在去年的八月哈。去年八月，大家去注意西部还是地方台湾西部，去看地方部。八月份有一条新闻，这个吴敦义以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来到高雄的大发工业区，古尼贝伟呢，大发工业区的业者联名向吴敦义陈情。哦，吴敦义，八月二十五号。这吴敦义在八月时阵，以副总统的好酸民的新婚来到这个大发，伊阵行政院长，伊嘛是国民党在六月十九号就提名副总统候选人，伊来到接受大发工业区的厂商联谊会陈情。邱秀改讲，得用公司这要求诶，污染这严重，国民党这个要处理。所以八月二十五号，吴敦义请了环保署还有南部的稽核队。配合高雄市环保局来去稽查地勇公司，这是八月二十五哦。你稽查了都能不贵嘛？十二月份怎么续约的？十二月份怎么续约？如果十二月份可以续约，你唔该去甲吴敦义先拜托一下，因为吴敦义亲人哦，本人接受厂商联会的陈情，只是环保署带队查，现在还没给盖棺。那个案子因为还没有解决，才有后面一直累积这些罚单的问题，所以黑人哪要被改观，叫中等供诶，讲得很好啊，根据合约书要停止供料嘛，那还不要告解，你看那熊用，所以要解决续约的问题，在十二月份会杀高瓦位，被签约熊用的时阵，得用公司得爱点，第二个客人到沙冈处理不？处理五号不？五号，因为续约签约完成，所以才会有二月二十五、三月十号后限八千三百万的问题。听讲明仔载一周刊，我再次强调一次。听讲明仔载一周刊内底会去讲到啥物？讲到陈启祥拄到困难，所以陈启祥请伊的岳父、请丈人向外求助。会去讲到啥？佮讲到讲吴敦义的夫人蔡令仪讲啊，你去找林律师。但是有这个代志无？咱唔知，因为吴敦义伊声明佮讲啊足清楚，伊讲他和他太太。不认识地勇公司的负责人陈启祥，以及也不认识陈启祥的岳父。两个班的啦，观众。各两个班一间吼，来。副总统吴敦义今天发布声明稿，表示他和太太不认识地勇公司负责人陈启祥及陈启祥的岳父，也没有陈启祥来请托事情，更从未介入或听闻陈启祥与前行政院长。行政院秘书长林立世间的纠葛，安尼我应该速度会使，听有啊吼，加清楚，足清楚啊吼，徐老师，这到底米缸在倒啊？很有趣哦，徐律师，我们讨论这个事情两个礼拜以来，从来没有讲到蔡令仪哦，也就是吴敦义的太太，唔八讲嘅对。好，我们虽然讨论过这个环保署的事情，讨论这个废料堆积的问题，我们有提到吴敦义，我们有怀疑，那时候秘书长。行政院秘书长是林宗生，院长是
吴敦义，那中钢案子跟他没关系吗？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提过蔡令仪。今天蔡令仪浮出来。今天如果是针对过去的事情在做澄清，那根本不需要把夫人拿出来讲啊。对，这要澄清的是什么？今天要澄清的是明天一周刊要登的事情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吴敦义，你不要做澄清，我觉得你干脆把事情讲清楚，到底这个事情，他说他没有听闻，他没有介入。徐律师，那代表明天一周刊讲就是他有介入，他知道这个事情。对，否则他干嘛讲说我们都不认识，而且还把谁陈启祥岳父讲出来？我们从头到尾过去两个礼拜，有陈启祥岳父是证人吗？我都想说有女朋友，对啊，女朋友啊，那个那这个岳父是谁？现在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浮现出来？那代表明天一周刊的主角是这两个嘛？对，我一直说，我副总统哦。在他这个层级，他以前也做过这些事情，我觉得他不要去讲谎话。第一个，他讲中钢人事不是他弄的，经济部林义士在录音带里面怎么说？他说他名单了，我一直把他退回去。嗯，讲台糖案子啊，总经理，然后总经理报起来，我给你退回去，报起来退回去，安尼。于是你就知道以后不能派这个人嘛。对。那我问你，徐律师，那这个人是林义士派的吗？不是林义士派的吗？林义士当然可以做公文说，这不是我派的啊，是他们呈上来的啊。可是我退回去，中钢人事这个新的董事长跟你吴敦义没关系。我觉得哦，把事话讲清楚，否则哦，徐律师，我们未来一个礼拜会很辛苦哎。然后一周刊每天在那边讨论，很辛苦。我觉得哦，副总统你把话讲清楚算了吧。徐老师，不是你很辛苦，我很辛苦，不是来宾很辛苦，是我们全国的台湾人民很辛苦。说阿兰，你进屋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我们人民要的经济没有，要的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搞半天，干那看你的搬家戏，阿你是偌痛苦呢？哎，咱请国民党的哦，立法委员，阿你张硕文，国民党的心态伊也了解一挂啦，吼、哦、来，硕文兄，阿多吼杨明兄讲，就是讲国民党即马目前爱危机处理的是啥？就是讲。不管是一世的代志，会当互人挤牙膏，吼，就用陈永祥，也是讲一周刊用挤牙膏的方式来凸显出来。也是讲即马的这个吼副总统，伊如果也无去好好想者，甚至讲林宗生秘书长，伊曾经伫咧吼做行政院秘书长的时阵，伊所接吼所经手接案的代志。如果是有林义士，吼经手来拜托，啊是甚至讲公文内底，公文牵涉到这物件，我认为讲，即有足大的可能性，就讲因为只有公文，可能林宗生，甲吴敦义会配公文嘛？公文是咪即个公文内底，因已经有看过讲，曾经林义士提起的中联重要。中共这个物件有关的相关的报告，我问你讲是谁看到迄个公文？你讲因有看到迄个因是啥人？你迄因是啥人啊？我大多听你讲林宗生秘书长，阿哥啥人？有可能伊尔，阿哥其他啊？以林宗生秘书长一对，这个行政院长的这个尊重，我相信伊袂暗藏任何物件，伊绝对来这个吴院长报告，当初的吴院长啊，所以讲我认为讲要让这个物件。和这个国民党子弟，应该就是讲心中啊。我咧讲吼，我是咧达到你讲因，我咧想讲代志呢。一周刊开明仔载雄雄哦，抓咧一周刊掀开，从抓一个公文的相片就跳出来。顶头批吴敦义批准，没不可能，有可能无？没不可能，不是不可能。当然啊，一周刊加吴副总统伊的这个回应内底，一直讲到夫人的代志，以咱中南部，我相信足侪人拢知影讲啊，咱副总统夫人吼，伊非常的火药，哦，不管是伫台中吼，伊人这个火药意思就是有插代志，无唔是讲插代志吼，就讲伊选举的时阵，其实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伫中南部咧走嘛，我相信讲会提起到陈启祥的。岳父，有可能是伊去咧走摊的时阵，伊阿大伊回应迄个口气啦，伊讲阿德，你去找一些就好啊，伊可能是高雄咧走摊，啊是讲高雄的这个复选的行程，去到遐的时阵，人提定情绪哦，伊讲啊，这代志是毋是拜托一下，伊讲啊，这代志
安尼你拜托，我去找叶水啊，叶水啊，对。啊，所以叫可能是这个开口，所以一周刊内底明仔呈现这样。是不是有这物件出来？所以去问到讲音乐夫加蔡玲玉蔡玲玉啊，这吼吴敦义才去做这个新民工。我和太太不认识陈启祥和他的岳父。这说文讲的真简单啊，这个吴敦义那就讲去写这个物件，迄个选举场所，阮某去找，看到陈院士讲这立法委员会解决，免找到我。哎，对啊，一句话就好啊。但是安尼上简单，安尼上，但是伊不是咧，伊的讲法是咧背会咧，伊的讲法咱台语讲背，讲哦，哦，无啦无啦，我一直背。伊的不是很简单的一个选民服务一种讲法咧，对不对？庭会。完全切开的，这个讲话是切开啊，这跟我拢无关系。陈启祥伊这件代志，林彦世这件代志，跟我卢鸿堆一点啊关系都无。所有你未来周刊要报的、媒体要报的，这你若敢讲的时阵，你无证据，我都要甲你告。哎，这就做清楚啊，就讲的，我跟这件代志是无关系哦。但是对这几天的声明稿啦吼，其实我甲大家讲吼，吴敦义的声明稿吼，真正看看就好啊吼。尤其阮一直咧质疑讲中钢的人事案，就是当属丢借人事案的部分，周若琪，结果吴敦义那声明讲，迄种经济部批就会使啊，迄跟我拢无关系。我要甲大家讲啦吼，这份呐是经济部这个公民营事业的管理要点、职务的派任要点啊。来宾一点嘛，咱知影周若琪是退休了哦。退休又回任哦，当时已经引发很多的争议哦。但是，如果以退休人员要经过林派的话，必须用专案签报。专案签报行政 院，所以咱大多念着讲个只，这就是重点啦。但这重点，咱的行政单位拢总甲咱忽略，要甲咱糊弄，但咱袂使糊弄，拢摕予大家看。来，咱即摆休息，后街东，咱继续。